世界上最大的蜥蜴科莫多巨蜥，在1937年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动物园短暂展出过最大的科莫多巨蜥，全长3.1米，重166千克，登记为吉尼斯世界纪录。科莫多巨蜥又名科莫多龙，是现存最大的蜥蜴，也是东印度尼西亚的顶级捕食者。在东印度尼西亚各岛屿上，没有任何动物是他们的对手。他们会通过撕咬、蛀毒、细菌感染三种方式结合起来杀死猎物。由于他们的咬合力并不强，所以经常出现猎物被撕咬后逃脱。不过逃脱的猎物已经宣判了死亡，因为科莫多巨蜥的毒液属于血液型毒液，能使猎物的血液无法凝结，最后流血过多致死。一条1.6米长的科莫多巨蜥就有30毫克的毒液，16毫克的毒液就能杀死一只40千克的鹿，而只需4毫克的毒液便足以使鹿在短时间内丧失行动能力。最可怕的是它们长期食用腐肉，口中所积累的细菌多达70种，可以传播各种疾病，如败血症、霍乱、霍伤风、鼠疫等。但是对他们而言一点事儿都没有，因为胃里的强酸能杀死对自己有害的细菌，其余的细菌则为他所用，可怕至极。当然，科莫多巨蜥还有一项非常厉害的本领，它们分叉的舌头能够收集空气中的气味，然后能追踪上1000米范围内的猎物，不愧为一方霸主。本期的世界之最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、关注哦。